黄奕呢，表叔来了。是我，你老公。在公园溜达这么久，容易中奖的。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。哦，让我来量量。哟，发烧了，怎么又黄了？黄奕戴着口罩。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好，该吃饭了。又吃饭？这不刚刚才吃了饭，这吃饭太频繁了吧？怎么会烦呢？餐餐有鱼有虾。关在家里没事干，一日三餐有鱼虾，人人都说是这样唱起来足下，只怕是心也欢，体也胖，路也走不动，车也不能够驾，只能上班把钱赚。那我就不煮了，你吃什么？我吃外卖送餐。邮局送来的信。联络处。不，联邦政府$1,000,000，我朝思暮想，今日如愿，醉心肠。